2019年2月17日，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40周年。当年的那个2月17日，55万多解放军指战员胸怀为国使命，履行军人职责，自卫反击，保卫边疆，奋勇投身于亚热带山岳丛林的血火厮杀中。经过连续28天作战，顺利攻克越南北部20余个城镇，歼灭和重创越军8个步兵师及一批地方部队、民军，共计歼敌57000余人，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，取得辉煌战绩，也曾嚣张敌人，完成了作战任务。同时，由于作战环境复杂恶劣，敌情严峻，民情陌生，我军在作战中遇到了重重困难，也发生了较大伤亡。80年代曾有一部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题材的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其中以解放军某部九连的战斗过程为缩影，反映了这场战争的一些特点，如越军严密布防，民雕暗网星罗棋布，越北到处是山壁丛林，崎岖难行，九连在没有道路的丛林中艰难前进，只能用砍刀开路，上级看地图规定穿插到位时间，实际却难以完成，战场气候酷热，阵地上水都没有，我军后勤保障乏力。副连长晋开来到山下看甘蔗给全连解渴，踩中地雷壮烈牺牲，因为反纪律没能得到军功章。九连用82无作力炮打敌人暗堡，弹药却连珠故障，牺牲了战士小北京。越军躲在掩蔽部中顽抗，连长两三喜外掩护战友光荣牺牲等。由此可以感到，为了保卫祖国，战胜敌人，我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。网上流传有一个数据，据称来自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作战工作总结，披露那场战丁中，解放军和之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，负伤21000多人。如此有零有整的数字，让很多人深信不疑，频频引用，甚至写入了专门的战史刊物中。然而，如果仔细考察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史料，特别是参战的九个野战军部队史资料，会发现前述数据有相当程度的缩小。根据2009年出版的《1979对越战争亲历记》中记载，仅参加同登两山战役的第55军减员就达5000人左右，其中阵亡失踪1200余人。把东线广西方向各部队减员总数加在一起，已经有22000多人。而西线云南方向的减员数据也由资料披露，在10000人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我军全线总减员达30000人出头，其中作战、因伤、失踪未回归、事故等原因牺牲的总人数超过了9000人。不得不说，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上述牺牲的烈士，大部分安葬于云南、广西边境沿线的24座烈士陵园中。每年的二月和清明，都会有无数人前往祭扫，悼念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灵。尤其不能忘记的是，还有一些烈士因特殊原因失踪，或未能将遗体带回祖国，至今安息在了异国的山地丛林中。近年一些老战士曾借旅游之机重走了越北战场，希望能探访到埋骨他乡的战友信息。但年长日久，时过境迁，收效甚微，令人感到万分遗憾。值此对越自卫反击战40周年之际，让我们把思念洒向祖国的蓝天，遥望如血绽放的英雄花，牢记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之功绩，让历史去告诉未来。